爹，您找我。家里做什么的？走江湖的。难怪啊，爹娘都还在吗？我只有爹，没有娘。难怪，进东院之前都做过什么？跟着我爹卖艺，难怪。周英啊，我给你交个底了啊。如果那天不是情况特殊，你钻进了轿子，像你这种出身的女子，无论如何是进不了我们东院大门的。但现在你既然已经是吴聘的妻子，我和你娘也认你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好好珍惜，好自为之啊！啊，把你以前那些习气习惯通通丢掉。你得记住啊，你不再是走江湖的卖艺的那个周莹，而是吴家东院的少奶奶。你的过去我们可以不计较，因为那都是过去了。但从今以后，你的一举一动，你可不能再丢我们吴家东院的脸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吗？老爷，我也给你交个底吧。我从来就没想过嫁给吴聘。那天的确是情况特殊，所以我鲁莽了一把。如果你和夫人都觉得我不配你们家，没关系，你把我休了，我不在乎。放肆！猖狂！反了你！爹。我不是要跟你对着干，我只是习惯了。我们走江湖的，遇到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示弱的。人敬我，我敬人；人若翻脸，十倍奉还。